大行啊，你别说，还真扛过去了，就差一丢丢，我就屈打成招了，太他妈疼了！甭难受啊，我现在一活过来呀，我他妈又不想死了，像咱们家田酱干酪，那一叫咔吧咔吧。 后味儿就甭提了，是吧？你说人呢，多他妈贱！哪有张纸去拿过来去？今儿下的帖子。